4月1日，张艺兴晒出3张在健身房的照片，写道：大家好，我8块腹肌准备好了，开玩笑的哈。照片中张艺兴穿着黑色背心，大秀手臂肌肉线条，荷尔蒙爆棚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：愚人节快乐呀，二哥哥愚人节快乐，好帅，开什么玩笑呢，你说啥我都信啥，哈哈，哥哥我笑了，来来来，给我看看有没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